夫人回来了，堂上有客等候。老爷回来了吗？没有。春季上是夫人呀，搁了你呀、啊。这位是夫人。哦，沈壮子，沈克义、啊、真是、哎呀，一身戎装，英姿飒爽，真不惯人了、嗯、快说说扬州状况如何，快请进、嗯、孤城北围已废一日，清军数十万强兵，日夜攻打，严克文朝夕难受，可朝廷至今还不发援兵，这究竟是何道理呀？哎，听说袁大人眼睛长得兵部衙门，抱见他的这个是我最夫人建议。如此，我真不知你这眼内主是怎么当的呀？奶娘，哦，见夫人，奶娘脾气上人，请夫人不要再信。哼，我们姐妹的事不用你来插嘴。奶娘，难道你从扬州回来是为了教训我几句吗？那倒没有功夫。不过我咋早知道贤妻已在金陵城里眼睛是这样的口碑，真不该在四国部面前夸下海口了。夸下什么海口？我说只要刘禄氏还在贤妻身边，那贤大人便是朝廷中一股信职的人，只要贤大人还信职，就不为我所作为了，他就会登出朝廷发兵征掉扬州，只要收拾了扬州。可是朝廷是醉了，贤大人也醉了，连刘禄氏也醉了。我醉了，我哥醉了。简夫人，听说简大人整天在酒馆里当副日子，有这事吗？夫人，母子，醒醒吧。是夫人呐、啊，来，滚上一杯、哎。你不是上朝吗？怎么到酒楼来了？你骗我，我还要骗多久？夫人，红光的酒不上朝，我怕你担心，我是来散散心的呀。四国方俩身上真相实实，哎，夫人回家吧。母姑，你知道吗？杨子危在旦夕。卢氏，你说什么？这是告急过我。你何以处置？这公文为我不认兵部而送礼部。唉，胜过兵部，我的员们甚是害，他们真的送到你这里来了，是葛能娘沈克言送来的。哦，他们人呢？他们人呢？他们无缘拜见你简大人，只好送返扬州。母子，
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啊。马元，娘死过不苦受养仇，这是借刀杀人铲除一己的夺气。苦怜啊，一代忠臣。母子，你要咋接人报身上？好吧。是你亲入的礼部文高，这你知道吗？顾梅一算真喜大，两有数分。是你报警的有拿着这，那举步不如己弱的君子也有你的份。我就此是上天可见。我看不出母公是一个人夫皆生的人，这些莫弄我跌碎不论，却都拿着死过方脸来应付我。夫人，我就如此一样。可怜贤夫上家每日天不亮就是惹你上灶，硬巴巴的盼你回来，牛来你什么事情都不过，我怎么这样来骗我？莫公，你太叫我失望，太叫我伤心了。夫人，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啊？我以为一品尝试这位心，才到中礼部一次大业。不曾想同人立马金殿，不曾想这间文堂院，文天王爷的不依马上西马西兵的马金殿的英雄现在是小世界圣长之意，谁管违抗？宝剑远大人使我一时糊涂，亲亲了马之音，断送了多少英才性命，我已悔之不及。我曾想十个主阵，现在一人虚幻。主事，你这个苏太子，哎，我只有急流勇退，我也想着乡下去了。母子，你好有出息，莫非你们读书人只有一股本事，大难当的也走了之吗？这你走了，顾梅叫声他们怎么办？乱糟的百姓们怎么办？对你寄予厚望的乡亲们又会怎么想？亲自为怎么评价你？你管下的那些臭子又怎么能洗清？你能信我立的一字了之吗？夫人，你是怎么办？武将四座反过四季。这个地方，是啊，是吧？我们再准备一下。老爷、夫人，远大人来访。是我不在，免接。不，要接。嗯，邢夫人，自从你邢大人接远以来，越发的光彩照人啦。邢大人，你的眼福不轻啊啊！袁子兰到此有无见教？是无他人，简中。哦，夫人，送客。是，好，痛快。如是，我就喜欢实话实说，往往邢大人、邢夫人
担待的。因自己事不顺意，上去几个角色，身上不悦，命运还广受九渊。堪称角色的沈兔娘、扁玉姬不知去向，听着夫人与他们交往甚恶，望简大人、邢夫人指点。袁世兰到此，是叫我出卖朋友了。这可是圣上的旨意呀、啊！我们久不交往，他们的隐踪未着不知。你想知道他们的隐踪吗？他们隐在哪里？扬州北魏，精力难保，他们到哪去了？那么锦外宫女到哪里去了？呸！让我告发，下了你的狗印，冤大头！我记得上头一生，与娘不幸还中了金莲瓜子当农人，光披紫绫是文章，你可知锦外姐妹有志向，不想放过农工商。还我姑妹，还我夫人一君子，还我水晶。嘿，你不要太猖狂了，待我兵临圣上，拿你一命治罪。袁大人，你不要欺人太甚。事今国难当头，你身为朝廷明官，理应明察自觉，为大明分忧。哼，你我朝廷奸，圣上应去听奸臣之言。明王之事实情，圣上既清君子之党，而愿小人之党。车间人非可真，郑少康居里兵失故，已当即刻四万扬州，非此事不能救所及新大命。臣再任石金属和救国方了，恳望圣上明察。你为礼部尚事，自私不廉，反而无言诽谤，真是岂有此理！为报大明江山，非人何惜你命？杀死此下去，大明自日之法，请我拖下去，顶账八折。枉当息怒！枉当息怒！唉，竟我轰了出去。方大明在，大明也，非亲也。
来。哎，阿旺，对，哎，好，来了。嗯，夫人呢？夫人，夫人，老爷，老爷，请你当孤龙胆，不顾半天，就到暖境了。夫人哪里去了？快把夫人找到。不，快摆桥，上手。锦衾夜听之，朝廷委的御驾暖寝，请命礼部尚书锦衾夜代理首辅，留守金陵，请辞。不不不不不不。臣实在是无能，不可单此重臣，恳请圣上立立威严能。圣上，圣上早就马日应元大人六字打击了。你，你还蒙在鼓里呀、啊？你们读诗人一辈子不就读过出将十相吗？这莫过。如今你当上首辅，何必退位？这可是一番真苦啊！哎，我侍候大明朝一辈子，也该问过知恩喽。哎，莫哥，你我就今朝见吧。我家是。昏君，昏君，天哪，这是一个为非作歹的朝廷，一个万无天子的私堂。记得我，我要当宰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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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大道到处是亲兵天下，往哪里逃啊？我想弄这么点点官神气什么？对对对对，来来来，不家访，我们孤儿寡母往哪里逃啊？把他哥哥拖下来，蒙他。不是这样，讲清楚，什么讲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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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清楚。你们不要搞错了，这是简大人啊。简大人怎么了？袁大人的棍，问不是他抱举的，是什么？居然不是温棍，吞棍。袁大人也是受气的棍，他不是挽留在这里和我们大家在一起吗？可是袁大人、马日义这些狗娘养的钱溜走了，我不找他们去算账去。大明朝落到这种地步，都是他们搞完的。找他们去算账，对，有种的把他们房子去烧了。多亏你了，谢谢。记着，大人有多少能耐，小弟早就清楚，这是不想点穿罢了。嗯。叫我是你们读书人都是明事理想做事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为事做事先的。大人，你说是不是啊？想不到偌大的一座金陵城，自古在金氏的王老板，前有不忘与你相处一掌，来，我敬你一杯。妈，大人，小弟还有一句话。哦，殿下指教。以后说话，一是一，二是二，不要说得太满，到头来，时机远不了上啊。大人，小弟放肆了。不不，行官山，行官山。简大人，滚，滚。龙死了，贤亲爷又不争气，真可罗日姐伤心的了。想不到这位钱老爷一点用场都没有。哎，你们都不要失了，罗日姐来了。几股风尘女子能为得了天吗？此今有多少人敢人举过，可是正管杀出名的
又有几人？你我受杀女子，又何苦向他不开你？事到如今，我还是想想我们自己的归宿吧。哎呀，快快快快！老爷，我们居已关闭，只剩一条隧道出路了。什么时候了？环境这些破烂！哎呀，老爷，陆氏，简先生与我当算，身为朝廷命官，当与臣子共存亡。姑妹，女亲，徒娘，快掌准吧。炉子，一起吹吧，快吹吧，快！吹吧，好，快吹吧，快！鲁子，鲁子，鲁子，你是叫宝宗啊？啊！连续百米，咋办？亲弟，老爷，夫人回来了。快，准备撤人。是。夫人，你养我好早啊。夫人，
在做什么？我在。你看我美不美？美，很美。母子，我永远像现在这样陪伴着你，好吗？你今天怎么说起这些话来？母子，来。母子，今日乃是端阳佳节，你我夫妻饮酒作诗，是哦。好。母子，今天你有什么事吗？夫人，清军已等兵交外，需要攻打金陵，省长和各部官员均已西家带军讨逆为生，再晚一步恐怕……哎，你我今日的聚遇还是要饮的，来喝吧。夫人，听说清军十分寻常，在扬州人足足杀了十天，把首席武都选择了红色，我怕……我在怕什么？这怎么说呢？恩师改造问题也是常事。亡国之祸，谁不得理我？我们何苦冒此风险呢？老爷，夫人。老爷，有人等在外面。嗯，夫人稍待片刻。这是刘范两位老爷拟定的相书，说是到反不得已之时再用，请老爷过目。嗯，先中送卡是告辞、简中，快将酒宴搬过去。是。眼前今日乃端阳佳节，
莫再谎传他我。今日不正是屈大夫神将之神吗？来，你我高呼好音，一要显言吧。你，如是，生生死故谁无私？柳得清吧，谁神见？哎，史大夫名字为重，生命有着几分呢、啊？老爷，夫人。啊。来，夫人，喝杯酒，暖暖身子，壮壮胆。莫非你真的有意思？难道夫人不是这个意思？原来是我误解了你。哈、我在。你靠近我心。再次求你出山，我需读书人吧，功名而至，原是宽不普的。来，夫人。
我再敬你一杯。莫在，鲁氏也敬你一杯。啊。夫人，莫再醉了。啊，莫再，鲁氏也醉了。夫人，夫人，贤宗，搀起夫人快走。酒量真大呀！天哪，我为什么不醉？醉了多好，醉了竟看不到你这个样子了。我是英雄，我也早就识过，我不配做这宝剑的主人，你受委屈吧。天哪，你将我家里一张金丝中儿媳吗？夫人，你听我说。我不要听，你听我说。我不要听，你听我说。莫在，你太叫我痛心了。如此，你回答过，难道你
真的是此深爱大明吗？我在，你好糊涂，你毁了我心中的喜，我在，我不能，我不能与眼前的你死水终生，难道你完不明白吗？老爷夫人不能死，
为什么？你老爷少爷行政吧，用你一人的命剑换取数十万无辜百姓的身家性命，我要撕烂你的嘴。老爷奴才说出这句话就没脸再活下去了。可是老爷，像你这一朝君臣并力气百姓摆成一件好事，中了一个死人的命计还不肯放弃吗？老爷我求求你，老爷哦，夫人，你劝劝老爷吧。啊，夫人，你看，不，你要说，你要亲口说，要知道，从今往后，我将失去亲人，失去朋友，失去一切。可是，我再不能失去你呀！夫人，你要说。你要是夫人，你一定要是。